嗨，我是佳佳。蓝山游、超斗火车、恐龙园区缆车之旅，一起看下去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早安。我们今天要去蓝山一日游，搭火车从 Central 搭到 Springwood。The next train to arrive on platform 6 goes to Springwood.转公车抵达卡村吧，再搭公车前往蓝山回音谷，这里可以看到三姐妹岩。沿着风景步道往前走，约30分钟时间。一路上都是平缓好走的路，看看热带雨林丰富的植物，路上也会看更多角度的三姐妹岩缆车。最后抵达瀑布，来到了罗拉小镇，这里是罗拉小镇最热闹的街道，来吃冰淇淋喽！小镇复古邮局餐厅，但不宜。我要记录一下这个过程啊！我们现在要从罗拉小镇走入到 Sydney World， 卡通吧。我们要走，你看，1.9公里，28分钟，然后还要再转公车。从罗拉小镇走了半小时，来到卡通巴小镇，准备去景观世界。好嘞。被骗走了2公里的人。还是上坡。赞赞。来到景观世界，建议大家先在网站上买好票再前往。其实早上10点我们就到了，但现场票券剩下3点15分。所以早上才会先安排其他地方。真的。先来服务中心登记拿入场手环，听服务员解说。我们在这个建筑里，因为当天人很多，他们建议搭蓝线下去，等待时间最少的。下去后，你可以选择走最短的10分钟路线，再搭红线上来，或是可以走恐龙步道，大约30分钟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绕一圈走50分钟步道，再搭红线上去。红线、蓝线都可以自由搭乘。最后上来搭黄线。可以走过去，由上往下看瀑布，这个是一定要去的。大约走10分钟，路程。结束后回到这里。最后要知道，整个园区内没有厕所。只有在服务中心这一栋才有哦。进来后，我们先搭最刺激的丛林列车。终于来排队了，等一小时，还好刚刚有买东西。真的真的。红色列车轨道沿着山崖而建，52度轨道也是世界上最陡的客运铁路。换我搭乘啦！
旁边有三个按钮，可以调整三个不同的角度。出发。刺激超陡，沿路风景真的很美，一定要来试试看。结束搭乘后，我们要来走新建的恐龙步道，大约30分钟。沿路平缓的道路，四周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恐龙、恐龙蛋，还有恐龙的遗址。来到了这区，这里，那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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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You are here， 然后再往下，然后再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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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搭蓝色的索道缆车回去。蓝色缆车可以看见很棒的景观。扫码后，紧接着搭乘黄色的高空缆车。高空缆车拥有360度无阻碍的欣赏蓝山国家公园，中间还是透明地板。可以欣赏卡春巴瀑布、甲米森山谷及三姐妹岩的景色。来到服务中心，有贩售周边商品，还有餐厅、户外用餐的地方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快速带过，跟 Sydney World say goodbye。澳洲雪梨相关景点也会有其他影片记录。刚开始记录影片，如果喜欢佳佳影片，别忘了订阅支持我哟，拜。